谢谢凯瑟琳。哇，张哥你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新年好，新年好！这个狗年哈，就是爱五告哈，啊，就打给给你五告精彩，五告赞，五告黄奕，五告坦哈，谢谢，新年快乐！哇，太赞了！而且呢，真的有很多告，对不对？辛苦你了，要讲那么多介绍词哈。好说好说，哎，昭哥其实很厉害哎，第三度来担任我们星光三月灯展的总策展人。是啊，谢谢星光三月的邀请。那么每一年能够在元宵节的时候用这些狗狗大军陪伴大家过年，特别荣幸啊。这一次呢，很硬，大家刚刚也听到凯撒琳的介绍，总共有超过300多只的狗，有一些是素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收藏；有一些经过的彩绘或是签名，上面有吉祥话。那很感谢左脑创意以及这个叶尊才艺术中心大力的支持。有很多很多的不足以外人道的辛酸，但是呢，看到这样子的热闹的气氛，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希望大家能够满意我们今年的新年，旺旺旺！谢谢谢谢。哇塞，实在是太赞了！而且我们今天真的在现场看到很多的作品，哎，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呢所创作的发想，就是我们策展的这个发想。好，简单说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狗年嘛，那么因为它真的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是包括我自己。也是不瞒各位说，大年初一我就被狗咬了啊！你看我手上有一个黑点的淤血，这是孟耿如他家的狗啊。这个狗真的搞不清楚我是谁哈。好，但是呢，这个我们在这里呢有不会咬人的300多只狗。那艺术家当然是各自发挥，大家都使用自己的想象力，名人也是。简单说，我觉得展览呢多讲无益了，大家直接去参观比较快。那明天开始会在雅虎呢做公益的拍卖，全数捐出中华民国动物保护动物协会，我们会来照顾更多的动物，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宣传啊！不管是没有签名的狗，或者说是有签名的。有画画的小狗大狗，明天正式上线开标，请大家多多捧场，谢谢谢谢。哇，这真的是非常、不用一直拍手，没关系，谢谢谢谢。因为我的助理在带动掌声哈，很明显，很专业，对不对？专业专业是是是，哇，真的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哎，非常有意义的。是啊，所以呢，我们要邀请大家哦，就是呢，在明天也就是2月24号的时候，可能可以在雅虎奇摩的公益的平台上面是直接呢来进行呢以直购价的方式就可以直接来购买，是的，对不对？然后随后也会到台中跟高雄做展览。是，再次谢谢大家的光临，今天老天很帮忙啊，所以只要你做对的事情，全宇宙都会来帮你。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够得到很多很多宇宙的能量，跟所有好朋友的关心跟关怀。